对菩萨利他的深度甲讲道理言，咱根本无法度分别行业的贵贱，因为一切皆取决于动机，动机无同，所看到的世界也就无同。当然，每一天一起床的时候，就要观想，我将踏入自佛的净土，排起菩萨利益众生的大念。佛法所讲的平等观，就是要将五浊恶世转化为自佛的世界。尽量依处静观，看待身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，思心带伫个静观，将有助于咱灵性的成长。无论咱从事什么行业，当咱所做的一切，拢会当以服务众生、利益众生为动机的时，咱的工作就成为菩萨的工作，是为众生而做的工作。如果咱真心希望利益众生，就应该确实关照破例妙谛。一切物质甲精神等诸法，皆是无常的本质，无一法例外。
当然打破对于自发执着的心态时，咱的心性将会得到锁定，彼心也将更加进一步的增长，而对于一切众生的关爱也才会更加的坚固加不退。利益以他人的代志，咱就必须去做；有利益以众生的言语，咱就必须去讲。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学佛就是学慈悲，慈悲的对象就是普度众生。对人来讲，那些还不懂得佛法、不信因果的人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。对众生来讲，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。对无形的来讲，鬼道、地狱道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。所以希望各位呢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把生命电视台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，那么推广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，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，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生园区，我们希望在台湾最好又多盖几个大蒙山施食道场，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，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生前医院、生前安养院、孤儿院、未婚妈妈班，这个都是神明电视大道场、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，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，让神明电视台把这些工作弘扬到全世界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所以各位最好在家里的这样，你每天在家里拜佛也好，拜神那些东西啊，那些东西，最好呢至少取一部分下施，下施包括流浪狗啊，包括那些流浪动物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鬼道都可以下施，哪怕是一杯水啊，哪怕一杯水。所以曾经有菩萨说，说闻到高香，然后糟糕很笃定来假醉呢，啊，我讲阿弟都无得起啊，无变咯。他只好跑来这边，甘露水就甜了，很奇怪，供佛的水就不一样啊，啊，他们就会来吃啊，这就是蚂蚁的善根呢、啊。但是你干脆就主动布施多一点给他们嘛，啊，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解脱，也不会爬上佛桌了啊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